无心欣赏美景，一天抓二十尾，满载虚名歹过冬。日头落山了，金粉赢在几排希望啊顶端，这就是苗栗中港溪出海口，每到冬天才有的美景。希望甲希望啊加起来，变成两样输出在美景。但希望煞无为这美景淡薄啊顿呆呢。阮看流水的时间，所以讲阮无咧甲欣赏注意的。因为天一暗暝，要搁在溪面下骹的满载重头戏特别开始了。每年的十月到过年的三月呢，野生的满载呢会到这乌海水、秀千里，会到台湾的河川出海口。这无法度饲的野生满载呢，就是因等待的白金。满鱼未爱光线，暗时啊六点开始，因就要开始准备作业。失望。阮拢干那抓暗时啊啦，日时啊就无抓。满啦天光伊就闭落呀。涨水时阵，得等下网啊游起来了。啊，我穿了穿几只啦。过年上重要就是这阵啦。渔民真专心，目睭睁到要脱汤，就是要用这碗呢，伫一大堆的沙子啊粪扫内底，捡出这一只一只的满载。到下早六点作业结束，以海潮变化会当收网一两摆。最上时期呢，全台满鱼能产值有5.6亿的美金。这四五年，相关的记录量一万块，一万三千几蚊。掠到二三十年，啊，较早嘛是靠迄落饲只的囡仔，唔嘛，咱讲真诶啦，若俭俭啊，掠一担天要食一担。但是随着环境的污染，加上掠过侪，满载瞬间变少，渔获量一担比一担搁较少。黎明反弹，龙井不在。看都无啦，空空的。太水大闸，塑胶袋太多太多。对一天掠上万尾呢，到即马一担到20尾，即马一尾化到百倍关键呢，收入煞比较早还好。你当来呢，一人搁赚无10万呢。看天吃饭的渔民啦，依然每一天坚持出房，为着就是这年前一尾一尾白金的希望。迄阵是爱钓较好。等你的心，用力报道。